我们来到大陆其实也是一个算是来看看自己的家乡，我们家祖籍是大连，这也算是回家来看看走走，把各个不同的地方好的一面带给台湾的同胞啊，这个也是我在大陆拍摄的一个很重要的想法。我觉得台湾的小孩啊，我们从小出生我们就是必须要面临两岸的问题，我也是希望更多台湾人能知道真实的大陆的状况，这样才不会影响每个年轻人对于两岸关系的判断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且还有很重要的是，对于台湾报道大陆，有时候会有一点跟事实有一些落差的时候，尤其我来到大陆走访的这段时间，其实我感受非常深，真的是落差的非常大。那还有另外一个最大原因，也就是我也是希望两岸和平，对，我希望我的同胞啊都不要发生战争啊，这也是我在努力的方向。